OK， 第一，或者一齊讀啊，笑容滿面。嗱，呢啲係講到做主席同埋其實所有嘅分享都係我哋應該都係咁樣樣嘅，就係輕鬆開心。能夠咧笑容滿面。第二啊，聲音係好嘅，第三輕鬆風趣，就係個聲音好清楚人嚟聽嘅時候咧，唔會好似蒙查查咁樣嘅，同埋冇一啲字咧，好似唔有啲人一句大聲音咧又細聲翻過，甚至乎我哋嘅啊，搞到即係收咗啦，幫助我。咁一個忽然間咧聲音咧又或者誇張咗啦，即係佢有時大聲咧，有啲沉音咧就低曬嘅，我哋沉音都要有力係嘛？聽到沉音都要有力嘅，低音嘅地方都有力嘅。好，跟住咧第四。令會眾覺得被歡迎和關愛，即係話令到嗰啲人咧覺得被睇重嘅，你哋係好寶貴嘅。哈利路亞，感謝耶穌，你哋每一個都好寶貴，你同隔離一講，你係非常之寶貴。好啦，跟住第五啦，與會眾有一齊讀，與會眾有交流，嗱可以回應講完啦。 或者互相問候啦，或者講祝福嘅説話，一有交流，一群體好似坐定喺度聽晒咁樣樣嘅，係有交流嘅。咁做主席嘅時候嗱，我哋個啲啱啱講完嗰幾點，我哋唔再講啦嚇。跟住咧個人分享，第一有清楚一齊讀綠色嗰度啊，有清楚上邊嘅重點，即係你想分享咧，一定要諗住我今日分享乜嘢，重點。唔好講話喺度講第二樣嘢，你係講醫治嘅，感謝神啊！ 醫治你，如果你係想分享，你點樣生命改變，你就注目喺嗰度。嗱，你可以講醫治又生命改變都得喎。咁你就清晰，我係有醫治，跟住我有生命改變。你諗清楚你自己講乜嘢嘅。第二一齊讀下，簡潔就係唔好長過你需要長嘅，即係唔好話因為講講下又唔知講啲乜嘢，咁啊越講越長。咁但係好長咧，其實重點得少少嘅啫喎。 有時有啲人分享咧好長嘅故事，原來嗰啲唔係好緊要嘅，最緊要一樣嘢嘅啫喎。咁其實可以將其他啲分開，但都唔講住啦。嗰啲幾時講咧？你同佢傾偈嘅時候講，但係集體嗰時咧，如果聽好長好長好多故事啦，但係根本原來最後重點啊，咁我要講翻個重點啊，簡潔。一齊第三點啊，流利就係學習咧講嘢流利，係唔好加啲助語詞，即係有時有啲人又講啊。 嗯，又講下啲其他嘅字啊，總係即係甚至有時有啲人咧，佢講下佢要講啱文啱門，講兩句咧啱門，即係佢總係要將一啲嘢加插落去嘅。咁我又唔係一定話唔可以，不過咧睇下嗰個效果係點樣樣，即係我哋盡量唔係要加插咁多嘢嘅。好啦，內容同埋人物清晰啦，咁而好多時分享咧，我哋可以講呢三個一齊講啊，醫治前情況，醫治過程。 醫治後情況，即係之前嘅情況，醫治嘅過程同埋醫治後嘅情況。如果唔係講醫治，生命改變，生命改變之前係點？生命改變嘅過程，然後之後嘅情況。咁人物咧就用清晰嘅 A、B、C 或者係用一啲物件即時講啊，呢個 A 君，呢個 B 君，喂 A 君同 B 君講嘢咯，咁用一樣物件嚟到講嘅。第五啦。 为经历而有兴奋的表达，即系咧开心啲啦。试下嗱呢一阵，想做你啱啱被医治，你啊，哇，耶稣医治我啊，咁有啲兴奋嘅表达，一齐讲啊，哇，耶稣医治我啊，哇，耶稣改变我啦，耶稣改变我，哇，耶稣俾我盼望啦，即系有啲兴奋啦。 如果講完成個分享，人哋聽完都覺得係好似好平板咁樣嘅，佢就冇一種興奮嘅作用。同埋咧，當大家你知道即係坐定嗰度聽一段時間咧，你有時又需要令佢醒一醒喎。有時佢可能需要咧，你一啲方法令到佢醒一醒。咁聲音其中一個方法，咁亦都興奮。哇！原來我發現耶穌咁好嘅，即係有啲興奮表達出嚟咧，人哋聽咧就會有啲即係能夠。 領受到更多啦，咩興奮呢？一齊讀下，聲音的興奮，表情的興奮，動作的興奮，動作咧包括由個腳嗰度開始嘅喎，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又唔一定好誇張好誇張嘅，但係小動作，嗱你聽我而家小動作啦，都係由個腳做起嘅，咁嘅時候咧就覺得自然啲嘅，感謝耶穌係嘛，由個腳開始先嘅。
不如大家幾句生試下。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多謝耶穌啊！都試下咁啊，由個腳開始，好清楚嚇，清楚。都試又唔識。好啦，跟住第六一齊讀啦。榮耀神，啲人聽完咧想信耶穌嘅，覺得耶穌好嘅。第七，令人覺得真實和有人性，即係覺得唔係好似話呢班基督徒都唔知好似同世界冇乜關係咁樣嘅，你會覺得。我哋以前咧都有好多傷痛，就算而家有時都會有啲煩惱，但係我點樣處理？處理之後又喜樂，但係我一樣都會有煩惱喎，都會有憂傷，但係我點樣處理？即係俾人覺得唔好似，有啲基督徒會咁講嘅。啊，我家人死咗，我都唔憂傷㗎，佢喺天堂嘛，我唔傷心喎。咁人哋覺得你有冇真係冇傷心咩？係咪你同佢冇感情咧？因為係你麻木咗咧？即係我哋總有傷心噶嘛，不過你處理咗，我個好掛住佢。不過每次諗起佢，我又知道佢喺天堂，我心就放心啦，我就安慰啦。我知道佢喺天堂，但我都係想見到佢。不過而家見唔到，等第時先見啦咁啊。即係你都講出內心嘅感覺係咪？人總有感覺嘅係咪？第八啦，令人聽得有興趣。即係人哋聽嘅時候覺得有興趣聽，咁有咩令到佢興趣呢？聲音、表情、動作興奮，內容簡潔、動聽、感動人，即係個聲音啦、內容啦，跟住咧個人對神有興奮、真誠嘅回應，即係唔係有時有啲回應咧，未必人哋覺得好真喎，成日都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即係唔真啊！但係如果你話哇，我以前真係好多煩惱，而家鬆曬，哇！而家日日都咁開心，真係好好嘅，哇！真係咧，我日祈禱佢又鬆曬喎，我真係覺得耶穌好到不得了，人哋覺得真實啲啊，係咪？唔係淨係得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但係唔能夠表達出你裡面嗰種嘅真誠而興奮嘅反應。好啦，呢個啱啱我哋講完嗰啲啊，我哋唔再講啦。好啦，咁咧就喺度分享經文嘅目的，一齊讀啊！分享自己怎樣經歷神嘅作為，就係啲經文點樣幫我。譬如我分享到羅伯丹重擔嘅人得釋放，我點樣得到釋放？咁我哋分享第二啊，解釋經文，幫助人明白經文嘅意思。咁啊，明白咩？明白經文，明白神嘅恩典作為，同埋人嘅軟弱，同埋人點樣俾人改變，即係經文裏面去揾出裡面關於。呢、这個經文嘅關於神、關於人一齊講啊，關於經文啊，關於神、關於人啊，人咧就關於佢嘅軟弱，同埋佢點樣被改變。嗱，譬如浪子，佢嘅軟弱係咩啊？攞曬啲錢使曬啦，係咪啊？佢點樣更新啊？翻到爸爸，爸爸點樣愛佢，將佢更新啊？即係佢本身唔係好嘅，但係神將佢爸爸將佢改變啦。一齊讀下，幫助人認識神和祂的性情和恩典，就係時時俾人睇到神幾好。所以首先我哋自己覺得神好，你係咪好覺得神好好啊？係咪個基督徒都覺得神好好㗎？係咪個個都係㗎？有啲唔係㗎喎，係咪個基督徒成日話神真係好靈咁啊？係咪個個都係咁㗎？唔係喎，有好多基督徒咧，只係覺得翻教會好嘅啫喎，冇錯，呢個冇錯。不過聽佢講咧，就講人嘅啫，好少講神幾好嘅。我哋係要俾人睇到乜嘢啊？睇到神啊！所以你嘅分享係講到神幾咁好，係叫人揾神。當然都透過人嘅，不過但係最緊要睇到神嘅美好啦。第四啦，幫助人認識真理，因為有時有啲會變走錯路嘅喎，有啲信仰走錯路喎，我哋要小心。咁呢啲信仰嗰啲我唔慢慢講啦，但係咧你喺教會學習多咧，你就會分辨到咩叫真理，咩係假嘅道理啦。第五啦，造就安慰勸勉人，即係人聽完之後咧得到安慰，哇！我都想跟耶穌，我都想親近耶穌，係咪啊？好啦，第六啦，幫助人將聖經應用在生命和生活裏，就係你講完，佢哋聽完。他們都想應用出來，怎樣走出來？譬如我想你們輕鬆，是不是只是這裡輕鬆？在哪裡輕鬆？任何地方回家都輕鬆。譬如你家人有時說一些不好說話，
我哋都想唔想追求得到釋放同埋輕鬆咧？都要喎，係咪啊？唔係淨係順利嗰時嘅喎。你哋有冇有時俾人哋講説話令到你唔開心啊？需唔需要應用真理啊？需要啊，需要應用點樣幫人？你講到你點釋放，你要講俾人聽，佢點樣可以得到釋放嘅？第七啦，幫助人願意信靠耶穌和跟從耶穌。嗱，呢全部喺你個筆記有嘅，你自己去睇翻，幫助你知道你宣講嘅時候嘅目的，等人哋會信耶穌同埋跟從耶穌嘅。OK， 好嗱，咁我哋咧睇翻嗰一份嘢啦，上一次。在一個白色紙那裡，第二頁分享或演說要留意的。我們上次已經講了，講到第六點了，不過我現在再重溫一下。第一，找到沒？第二頁找到沒？有引言，引言呢即是引起人的興趣，你用任何方法，不過是要正確的方法，可以你的經歷啦，可以某些人的經歷啦、新聞啦，讓人有興趣。第二啦，一起讀一下三隻句子，分享或演說的大綱。咁你話我唔識寫大綱，最簡單的大綱。之前係點？你講一直講。之前係點？神點改變我？之後係點樣？呢個一個大綱。咁呢度咧，我有個例子喺度嘅，咁你大家可以翻嚟睇。總之一個簡單人嚟睇到神點樣祝福人，一個簡單嘅大綱。第三啦，係一個清晰、狹窄、簡單嘅主題。意思乜嘢呢？譬如你講一個信息唔好咧，又悔改信耶穌得救，傳福音要救人嘅靈魂，愛你嘅家人，乜都講曬啦，咁啊太長啦，係咪啊？你聽完之後好像什麼都有講，不過好像樣都沒有聽到。講一樣東西，譬如講今天講怎樣愛家裡人，就算家裡人對你不好都愛他，不讓他影響。那我們學習怎樣呢？就算他有講說話不好，是他的軟弱，我知道他有需要，所以我會關心他，不讓他影響，而能夠關心家裡人。那聽完那些人之後回去，哇，真的記得回去呢？你睇下有咩諗下有咩屋企人咧？你而家覺得令到你辛苦嘅，可唔可以翻去又為佢祈禱，又對佢講好嘅説話？就算佢對你唔講唔好嘅説話，依然唔俾佢影響，依然祝福佢。咁啊，記實一樣嘢喎，就係乜嘢啊？翻屋企點樣啊？祝福你嘅屋企人，就記得一樣嘢，即係話你講完人哋記得嗰樣嘢，嗰樣嘢咧可能有時需要重複嘅，俾人知道。我哋今日講一樣嘢，就唔好講乜嘢都講曬，乜嘢講曬嘅時候，佢又記得曬啦，係咪？講一樣嘢記得嘅就已經得啦。好啦，咁咧跟住咧第四咧，就係讓呢個信息充滿你嘅心靈。咩意思呢？大家望住我得噶啦，嗰啲字咧，你翻屋企慢慢睇。譬如你想講喜樂，咁你就出嚟，我哋可以好喜樂噶嘛。喺耶穌好喜樂㗎咁，嗱你個樣唔似咧，你就話你係真係喜樂，或者你講你有愛心啊，你哋冇愛心點得啊？咁係咪傳遞愛心啊？唔係喎，你有愛心定係你哋個個都好寶貴，神好錫你哋個個，知唔知啊？神真係好錫我哋每一個，所以咧我哋有耶穌咁錫我哋，我哋真係好幸福啊！係咪好幸福啊？即係讓呢個信息充滿你，讓你自己深深相信，我哋真係好幸福噶。有耶穌愛我哋，所以我哋能夠愛人啊。即係呢個信息，你想講乜，嗰個信息就充滿你嘅心。譬如話傳福音，咁呢個信息你就充滿你嘅心啦。哇！好多人喺出邊需要耶穌救佢噶，日日都有人落地獄噶，而我哋帶領到佢真係真心富嗰啲信耶穌，佢真係第日去咗天堂，第日佢就同你講。哇！多謝你嗰日傳福音俾我聽，係因為你啊，係因為你嚟，因為咧你哋受咗訓練，跟住你嚟傳福音，跟住我信咗咧，我就上咗天堂啦。而家我歡迎你，你想有人喺天堂咁同你講啊？想啊嘛？抑或你想咁樣啊？你去到天堂，有個人喺地獄，哎呀！你日叫我幾廿年，
都冇同我講耶穌，我而家喺地獄啊！哎呀，點解你會咁忍心㗎？你想咁樣，人係咪想你咁樣同你講啊？唔係喎，你想人哋喺天堂話俾你聽，你真好啊，係咪啊？咁你想唔想去傳福音啊？想啊！咁你想講呢樣，你個心充滿呢樣嘢，即係你個心裏面充滿呢樣，就唔係充滿咗壓力，係充滿嗰種嘅火熱，或者係愛，或者係喜樂，就唔係充滿壓力。我要呢班人去傳福音，喂，你哋要傳福音，喂，就有壓力啦，係咪啊？係有壓力就效果會唔會好啊？唔好，唔好啊！人哋反而覺得你好緊張、好猛啊，成日都猛，其實唔使猛㗎，係咪啊？係咪有時教仔會好猛啊？越猛佢就越點樣啊？越唔聽話，你越乖，越錫佢、關心佢，佢就越乖，係咪啊？所以咧，欲速則不達。我哋就唔使急，你想改變你丈夫，唔係慢慢啊！你唔聽話，你又唔好，你又唔祈禱，好多丈好多太太同丈夫話：你一唔祈禱啊！咁樣講咧，佢係唔會聽。點樣講咧？耶穌真係好好啊！我成日好中意聽我哋祈禱，我哋祈禱哇又得釋放啦！我哋一齊祈禱好唔好啊？咁啊，即係講耶穌點好咧，去鼓勵人，讓你嘅心都充滿耶穌。當你勸你嘅屋企人祈禱，你係咪話俾佢聽？喂，耶穌真係好好啊！即係聽我哋祈禱，所以你就好好去鼓勵佢祈禱。因為你話你都冇祈禱，又唔睇聖經，又唔翻教堂，你點樣去天堂啊？咁樣係咪多啲人用第一種定係第二種啊？應該用第一種，係咪好多人用第一種啊？唔係啊，好多時咧就係話你又冇祈禱，又冇睇聖經，係啦，有冇用啊？咁樣？唔好嘅，即係其實有時有用，有啲人會改，不過唔係個個都會改，有啲人會抗拒嘅。咁所以我讓呢個信息充滿，充滿喜樂，一齊講啊！充滿喜樂，哈利路亞！好啦，聲音，聲音咧唔好低沉沉悶同埋聽唔到，而係咧有力量，俾一個改變喎。聲音有音質嘅改變，係可以每一個人不同嘅。試下我哋試下講幾種嘅音質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感謝耶穌！感謝耶穌！耶穌時時陪住我㗎！耶穌時時陪住我㗎！耶穌！耶穌！真係好好㗎！真係好好㗎！即係一句裏面可以有不同嘅聲音、不同嘅速度，同埋同一句唔好用同樣嘅音調速度，係改變嘅。如果你留意咧，我一句説話咧，有啲地方。一方面咧又激動，一間又會柔和翻喎。咁有快有慢，咁嘅時候咧更加容易聽到個重點，係咪啊？你留意我講説話咧，係留意我個速度係不斷改變嘅。咁人哋更加容易聽到個重點啊。所以聲音係非常緊要嘅。其實一個經有經驗嘅講員同埋一個冇經驗嘅講員係好易睇到嘅。有經驗嘅講員，而佢訓練得好咧，佢嘅聲音真係好全情嘅，係咪啊？但有啲人咧。我今日要講俾你聽，已經你一睇到佢嘅係好冇信心啊！咁我哋求耶穌幫助我哋嚇、啊、有信心。咁第六咧，呢、這個共鳴咧，呢、這個係的而且確好難學嘅呢、這個。但係你翻幾日上一次我講個好似打喊路咁。全部開曬嘅，你做到呢、這個有咩時候咧？你發聲，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咁咧你就能夠，你又係可以練啦。不過唔好練到個聲沙，唔好練到個聲緊張，係輕鬆嘅。呢、這個要時間嚇。咁你翻屋企點練咧？練一啲簡單嘅音。少少，不過好少。
出嚟啊？聽得出嚟會響嘅。好啦，第七身體動作，咁我哋都講過啦，就係由腳發起，自然嘅，即係唔好似緊張，唔好似要有動作咁嘅。眼咧應該點樣啊？唔好望天花板，唔好望地下，唔好望淨係一羣人，係逐個逐個望，望一個望一個咁樣望。咁咧呢個即係眼神，同埋咧個眼神係傳遞感情嘅。喺個宣講嘅時候，個眼神咧係關心嘅，係接納嘅，即係讓人覺得係被接納。同埋唔係淨係講信息嗰陣時喎，你平時都係見到人都開心嘅。接納佢嘅，歡迎佢嘅，事事俾人一種好受歡迎嘅感覺。咁嘅時候咧，呢個真係活出耶穌係咪啊？係人哋一見到覺得咧揾你咧係開心嘅係咪啊？好啦，第九嗱，有啲人會分享嗰時候會膽怯，咁點辦法咧？膽怯咧，因為注意自己啊！哎呀死啦！哎呀，我講得唔好啊，就會驚啦。嗱，我初頭咧，我曾經咧係教書啊，個校長同我哋講，因為基督教。學校嚟嘅，佢就話咧，個個老師都講到，我聽到好開心喎。有啲同事就好驚，我就好開心，因為我係已經有心侍奉主嘅。但係咧，我上台咧，我好想講，我已經預備好曬。啊，上台坐喺度咧，只腳係咁震，直情係控制唔到啊，係咁震，係咁震。咁啊，直至到上咗台咧，一講個麥有回音，聽到回音咧，我就直定落嚟。但係我都有一段時間，每一次去預備講都喺度震。咁我點樣衝破呢樣嘢？就係成日諗到每一個人都有需要嘅，個個人都需要安慰、鼓勵、提醒嘅。我可以鼓勵佢哋嘅。個注目喺人嗰度，唔係注目喺我今日講得好唔好。注目喺自己講得好唔好咧，就會有問題嘅。譬如我試過用普通話去宣講，咁啊曾經以前啊講嗰陣時咧，有時哎呀一個字講錯，一啲講錯就覺得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就影響之後講嘅嘢。但其實唔緊要，講錯咪講錯咯，冇所謂嘅。咁咧反而咧就輕鬆啦，即係越輕鬆，唔好介意自己講成點。所以你出到嚟咧，唔緊要，下嚟啦呀，放鬆啲，唔係睇自己嘅。好啦，跟住啦，第十，一齊讀下。我們分享時有帶著信心，相信神的話語大有能力。以賽書55:11，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他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法家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就是神的话语呢必不徒然返回，所以你出去宣讲的时候，你相信我所讲的说话会有作用的。有最好的作用就是人信主，但有些人就算没有信主，他会留在他的心中，有时经过一段时间，后来他有困难，他会想起你讲的说话。我们讲的说话是很有能力的，是不同普通人的說話，是有改變人生命的能力。所以呢，我們有信心神的說話是不會徒然返回的，是會成就神所喜悅的。哈利路亞。第十一，一起讀一下。分享應該帶著感情。神有沒有感情啊？有。神做人有沒有感情啊？有。有。聖經裡都講到，西番書3:17講到他是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即係神係充滿感情，但有啲人以為神咧好似個校長，即係有啲人真係以為咁喎，好嚴厲。但其實咧，神咧佢有佢嚴厲嘅一面，佢有聖潔嘅一面，但係佢亦都有慈愛一面，身體咯，慈愛為主嘅，因為佢主要性格係當人唔悔改嘅時候，佢先係嚴厲嘅。嗱，當你講信息嘅時候有感情，嗱，當我講嘅時候，俾你感覺到，即係我中意耶穌係咪啊？有冇感覺到啊？呢個就是感情的傳遞了，或者是傳遞，譬如怎樣喜歡耶穌。我講譬如 我自己經歷神，我真的很喜歡，我真的喜歡到不得了。當我在1998年的時候，有個布道家為我祈禱，我即時經歷神的愛湧入我心裡面，感動到我，哇，真的從來未試過的，喊了很久。我就話原來可以咁樣經歷神，我就真係好中意神。由嗰日開始更加中意神。我就祈禱嗰時咧，哇，祈幾多禱咧？一諗耶穌，哇，裡面就即刻有喜樂，即刻有愛喎。我就覺得哇，原來同神可以真係好似比朋友更加好啊！就算朋友，我想問你，
有朋友，譬如假設啦，你後生嗰時啦，戀愛嗰時，有個男朋友、女朋友同你講：我愛你啊！嗱，你聽到好舒服啦，但會唔會啲愛咧湧過嚟啊？哇！啲愛湧過嚟，真係哇，感動到不得了。會唔會人講笑話會唔會有呢種愛湧過嚟啊？唔會嘅，人冇呢種能力。不過人嘅説話都會打動人心，你聽到咧係會覺得感動。但係神嘅愛係真係感覺到佢嚟喎，所以我同神真係好有感情，我真係好中意神。我成日咧，我成日行路我都喺度諗住耶穌嘅，我好中意成日諗住耶穌嘅。多謝耶穌啊！你都有耶穌真好，我由早到晚都係呢種嘅狀態嘅。我亦都教導人係咁。當你時時係咁咧，你同神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嘅。即係當你聽我講嘅時候咧，我唔係淨係講啲道理俾你聽，係咪？講一個好密切嘅、好親切嘅關係。講嘅時候咧，或者講到人嘅困難，其實我都俾人激到好緊要。我試過咧，俾人激到個心有把刀，半夜醒好似有把刀刉住咁痛嘅。我試過啦，試過好辛苦。點解會有啲人咁樣對人嘅咧？個心好痛。咁咧，但係咧喺耶穌裏面，我感謝神喎，一路祈禱，一路慢慢鬆。慢慢咧，我就學到有啲人佢會傷害人，我唔使放喺心上。但我試過俾人刉過好多次，試過好重好痛，即係我都會講出我有嘅困難，即係有感情啊！即係唔係好似話我哋個個都有傷痛，我哋都會有喊過，有瞓唔到覺，有俾人刉過嘅感覺啦。咁樣講咧，即係講，但係咧冇感覺係咪？所以講嘅時咧，你講即係講出你嘅心嘅感覺，你真心講得噶啦。好自然講得㗎啦，唔使做作，唔使要扮嘢嘅，唔使要扮嗰啲聲音出嚟嘅，係自然嘅，得唔得啊？試下講，一齊講一句：，哇！耶穌係我嘅好朋友嚟㗎，我真係好中意同耶穌傾偈㗎，哇！一同佢傾偈啊，哇！個心鬆曬啊！耶穌真係好啊！哇，第日去到天堂仲好啊！嗰度啊，哇，真係快樂過神仙，冇曬煩惱啦！哇，你上咗去啊？唔係而家喎，即係分享時有感情嘅。其實難咧，唔係難到不得了啊！我有時問啲人啊。我哋難啦，因為多謝耶穌，感謝邊個難啲啊？有咩坐地難啦，好辛苦嘅，好辛苦嘅。坐地好難喎，你多謝耶穌難唔難啊？難。耶穌你真係好難難啊！其實唔難嘅，你願意去做就得㗎啦，你睇中神就得㗎啦。分享嘅時候講到耶穌幾好得唔得？得。有啲笑容得唔得？得。其實唔難嘅。比較坐地容易很多，是不是？好了，第十二，我們分享需要帶著聖靈恩膏，有神的同在。怎樣有神同在呢？你整天祈禱，聚會之前祈禱，在一起祈禱，還有在帶領敬拜都是幫人進入神的同在。我帶領敬拜的時候，我不是只想著要唱什麼什麼，我是自己進入神的同在，我又帶人進入神的同在。這個呢就是有神的同在，同埋一路講呢，我諗住耶穌，咁你點樣可以一心二用呢？我就係中意耶穌得噶啦，個心中意住耶穌。嗱，你試下呢度聽我講，一路中意住耶穌，睇得唔得嘅？嗱，用一個例子，有個人戀愛緊啊嚇，佢翻工嗰時候會唔會諗住佢嘅女朋友啊男朋友？會喎，佢會唔會好難啊？點啊？一路做嘢點可以諗住佢啊？會唔會啊？唔會啊，佢覺得好容易嘅啫，係咪啊？係自然喎，你叫佢唔諗先難喎，係咪啊？所以你中意耶穌咧，你一路聽到，可唔可以一路諗住？哇！耶穌真係好啦，哇！第日天堂仲好，我哋真係要快啲去救多啲靈魂，可以上到天堂。即係個心一路中意耶穌，成日都係中意耶穌，你已經有神嘅祝福，神嘅同在。好啦，第十三，分享嘅實用同埋可用性，即係分享嗰啲嘢係行到出嚟。咁點行到出嚟咧？你自己行喎，即係好似我自己真係日日。成日我都會諗住耶穌喎，我喺度同人傾偈，我都有諗住耶穌，中意耶穌。我發覺呢個方法最簡單啫，個心中意，唔使話喺度講啊。有時都會，我會有時會問嘅，譬如有時我話神啊，
係咪呢個時候祈禱就完咧？因為我唔知嗰人有冇耐性啊嘛。咁或者佢而家冇耐性，咁我有時有呢個意念出，咁我問神。咁咧有時咧神就話俾我聽，係啦，即係可能神都俾我呢個意念，呢個人冇乜耐性嘅，你唔好祈咁耐。咁呢個時候我會問，但係有啲時候咧，我淨係一路中意神，一路我講道啊，或者啊，就算我為人祈禱咧，我又會同神講嘢嘅喎。我有一諗，啊，耶穌你祝福佢，耶穌你好愛，你一定做工嘅，即係我時時同神都好似個朋友傾偈咁樣嘅。咁啊，你覺得難唔難咧？嗱，你而家喺度望住我，可唔可以諗住耶穌真好啊？嗱，有啲人難嘅就係中意耶穌，一種被愛同埋中意佢嘅感覺，一種嗱你望住我個心諗住嗱，你可以咁樣先啦，嗱你唔好望住我，黑埋眼先。耶穌真好，喺度諗住耶穌真係好啊，耶穌好愛我噶。好啦，你而家開眼。諗住耶穌真係好嘅，一路你喺個裏面湧出嚟喎，耶穌真係好好，湧出嚟嘅，啊好好嘅真係，好好，做唔做到啊？但有啲人可能需要時間嘅，因為我已經做慣，我係可以將嗰啲最愛神嘅心湧出嚟咁樣樣喎。但係你試下做，中意耶穌，可唔可以一路聽住我一路諗住中意耶穌得唔得？有幾多個做得到？有幾多個就咁諗住中意耶穌可以做得到嘅舉手？有幾多個？OK， 嗱呢個需要時間，唔緊要嘅，慢慢嚟嚇。咁咧，你當你咁嘅時候咧，神嘅同在就會喺你身上加強。其實有唔少人同我講，佢話你一路講到，我一路感受到神嘅感動，一路感受神嘅能力。有啲人敏感性靈咧，佢一路講，佢已經感受到神嘅同在嘅。呢個係可以感受到嘅。第十三啦，十三係實用性啦。第十四啦，引起聽眾嘅興趣啦，就係話用個人嘅方法，我哋先都講過啦。啊，內容啦，實用性啦，實用性係有興趣嘅，即係話啊，有時俾人鬧完，哇，真係好辛苦噶。有時可能咧，有啲人嚟講幾日都瞓覺，都猛咁諗翻嗰個人，我都試過。有時咧半夜醒又諗翻嗰個人，但點樣可以釋放咧？就是、我開始諗下呢個人其實都受好多人傷害，佢俾人鬧過好多，所以佢成為習慣鬧人，所以其實佢都好慘。佢成日都俾人鬧，佢又自己鬧自己喎，所以佢好猛好急，所以佢同我咁樣講説話，我就於是體恤佢，我就為佢祈禱啦。我為佢祈禱咧，咁我就開始能夠饒恕佢啦，能夠咧放手啦。嗱，你而家試下得唔得？諗翻嗰啲得罪你嘅人，其實佢哋都係受過好多傷害，俾人鬧過好多，其實佢都係好淒涼。佢哋有可能冇耶穌，比我哋更加淒涼。我真係。可以體恤佢好辛苦，我就原諒佢，祝福佢得唔得？可唔可以做到？有幾個你可以即刻諗到一個人，我祝福佢，我知道佢辛苦，我饒恕佢，我體恤佢。你即刻做到個舉手，有幾個做到啊？嗱，呢個咧就係實用性，即係我自己係試過做過。咁你有時唔係一下子做到，慢慢做，每日做，每日諗翻佢，諗翻呢個人。其實佢好憂傷嘅，你諗翻佢咧，你就能夠去體恤佢同埋饒恕佢啦。咁你實用咧，人哋聽到有興趣啦，或者你嘅聲音啦、你嘅動作啦，令到人覺得興奮嘅，同埋有互動啦。第十五即係話，有時會同佢講，你覺得你可唔可以同神有呢個親密關係咧？你覺得可唔可以啊？可以。可以喎，呢一陣可唔可以啊？呢一陣可唔可以同耶穌講，耶穌啊？我好想同你有親密嘅關係啊！我好想同你有親密關係。你可唔可以同耶穌咁講？而家同耶穌講，耶穌我好想同你有親密嘅關係。你估耶穌聽到會點樣諗啊？嗱，佢好開心喎、啊。其實難唔難咧？討耶穌歡喜難唔難啊？唔難喎，你真係中意佢就得噶咯喎。討人歡喜容唔容易啊？有啲容易，有啲難。有些人你討佢歡喜好快歡喜，有些人咧你討佢歡喜，佢又話你搏咩啊？你有咩目的啊？你仲諗翻啲唔好嘅嘢㗎係咪啊？但係神咧係即時接納你㗎係咪啊？所以難唔難啊？咁我哋可唔可以開始日日都同耶穌講，耶穌我真係好中意你㗎，你係我嘅生命嚟㗎，得唔得啊？嗱，你試下你哋分享都係能夠有呢種慾感、興奮、開心，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其中一樣我冇
即係我特別提咧就是表情啦。嗱，講到嘅時候都可以有表情啊。咁我哋而家示範一下咯喎，示範一下一齊做嚇，好開心嘅表情。哇！耶穌真係好好噶，一齊啊！有呢個開心表情，對隔離一個講，耶穌真係好好。另一個咯喎，講到擔子啦，曾經試過我真係好大壓力啊，好大嘅壓力，好辛苦啊，但係耶穌釋放我，哇！而家鬆曬，哇！而喺祈禱之後，成個人鬆曬。嗱，你先嚟講下，哇！以前真係好多壓力，以前真係好多。譬如釋放自由啦，哇！成個人鬆曬，成個人冇曬擔子啊！嗱，所以當你分享擔子嘅時候，咁諗喎，哇！鬆曬，全個人鬆曬，冇曬煩惱。我都試過好猛，好急，好猛，好激氣啊！點解佢咁對我咧？阿師啊，猛同埋急啊！點解佢咁樣對我咧？耶穌醫治心靈喎，咁你講到耶穌醫治心靈咧，你要講成日就講，我哋有時會好煩，好憂愁，好心機食飯，以前中意食嗰啲，而家都唔中意食，冇心機。咁你講佢又會覺得真係嘛？而家試下講啊，冇曬心機，好憂愁，冇心機食飯，冇曬胃口。咁一陣間咧，你哋可以練習下，然後到休息之後咧，就會講呢個第二課。係呢一本，藍色呢本啊，第二課。呢個係啲藍色。唔係整大個，而家係80歲有兩萬啦，我想講咧就係咁嘅。我首先簡略講啲經文先嚇，簡略，因為咧一我一講嗰時咧，我就會一路咁樣流暢，咁我就唔會慢慢去即係有啲解釋。我而家解釋咗先啦嚇。咁個內容第一可以分享過嚟分享，我哋曾經試過心靈點樣重擔憂傷啦、壓力啦。咁跟住神係醫治嘅心，醫治心靈嘅。呢個經文大家熟唔熟悉啊？以賽亞書內一章一節嗰度，主耶和華的靈，一齊話，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病好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喜樂由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咁呢度咧就講到神咧係差遣我哋咧，耶和華嘅靈喺我身上咧，就叫我傳好信息俾謙卑嘅，並且差遣我醫好傷心嘅，安慰一切悲哀嘅。好啦，咁然後跟住咧點樣啦？下一點就是、因為好簡單啲信息係諗，等住你講係兩個字啊、三個字嘅時間嘅啫。點樣處理咧？第一淨係諗住神嘅愛，咁又跟住咧就係、是、靠主結出聖靈嘅果子啦，就係、是、當你時時親近神咧。裏面就會有湧出平安喜樂啦。聖經講到咧，聖靈嘅果子就係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就係神咧嘅喜樂平安會湧出嚟啦。
咁佢話相信神幫到我哋，冇人能夠真正傷害我哋，呢一點好緊要嘅，就係因為有時好多人咧就覺得好難搞，啲人好難搞，但係神幫我哋咧，冇人能夠攞走呢啲福氣嘅，一齊講啊！神幫助我哋咧，冇人能夠攞走呢啲福氣，冇人能夠撳住我唔準我起落嘅，佢撳住我，我都可以起落，就算我為主坐監啊，我喺裏面都可以起落。如果有一日真係為主受苦，你可喺坐監可唔可以起落？可以，可以喎，你做好心理準備。第日真係有咩事情，唔緊要，好似保羅西拉咁。好啦，第啲啊，接受人都有罪，即係話有罪，所以佢會做一啲唔好嘅，所以佢會傷害我哋、激我哋，所以咧佢哋對我哋冇愛心，唔緊要嘅。同埋正面思想啦，就係點樣咧？成日諗到神愛我，神祝福我，人傷害唔能夠傷害我嘅，我可以開心嘅，我有盼望嘅。咁我哋將呢種正面思想傳遞俾佢，同埋處理問題啦。有啲問題要處理嘅，譬如話嗰啲相處問題點樣處理咧？大家傾啦，用和平嘅方法去傾啦，咁樣去啊處理。譬如話啊，你同你丈夫太太有唔開心嘅，咁都要處理嘅喎。咁點處理呢？可能改變唔到佢，但係日日對佢好啲咧，會改善喎。佢對你唔好，都依然對佢好。嗱，好多人就唔強噶啦。佢明明對我好，有咩理由我對佢好啊？你佢對你唔好，你又對佢唔好，你永遠都唔會改變。但係佢對你唔好，你依然對佢好，你就得勝。佢慢慢就會覺得唔會想同你鬥，慢慢就會覺得鬆啲喎。慢慢你某個時候對佢好啦，佢忽然間受感動，成個人改變。好啦，嗱，我而家我就唔望住呢樣嘢，啊，即係嚟到好自由咁樣講，啊，分享呢個信息。咁其實你分享嘅時候咧，如果你覺得你好自由，不過你經文你可以望住，你覺得好自由，你唔使望住都得嘅，即係你唔使一定要規限喺啊睇住呢本嘢。但係咧，你就唔好咧，淨係分享，你一定有經文嘅。OK。好，嗱，咁我哋即係而家示範一下，就係神醫治心靈嘅。我哋嘅神好好嘅，真係好真。點樣真法咧？其實好多人有煩惱，我自己都試過煩惱。有啲人好憂傷，佢真係祈禱咧，成個人鬆咗。我自己試過咧，以前咧，我真係不同嘅人曾經傷害我。其實我亦都話，我都曾經傷害過人，人都係會咁嘅。我哋又俾人傷害，又會講笑話傷害人。我試過真係咧，有一齊同啊侍奉嘅人，我都唔明白點解曾經有一個同我侍奉嘅，佢忽然間唔睬我，佢日日都唔睬我，我叫佢，佢又總之咧，佢好勉強咁，佢又行開。我心好辛苦，好長嘅時間好辛苦。咁後來有另一個人咧，就點樣咧？佢喺背後批評我。我係好辛苦，好辛苦。喺嗰陣時嚟講，真係覺得好受壓力啊，好唔開心。我亦都曾經長時間有人講啲負面嘅説話咧，係好多時聽一啲負面嘅説話，令到我咧本來開心咧變得唔開心嘅。我本來我細個係一個好自然、好開心嘅，但係咧喺呢個過程反而會俾一啲人咧令到我喺個侍奉嗰時喎，我喺初信耶穌時冇呢個問題喎，好自由啊！侍奉咗之後咧，因為咧人對牧師有要求，就變咗有種壓力，有啲壓力咧就有發生啲事。如果我當時冇處理，我都可以有情緒病。但我感謝耶穌，神一步一步醫治我，神都可以醫治你嘅。你嘅心有冇有時唔開心啊？有啲煩惱啊，有時候啊，俾人激親喎。我都試過瞓覺瞓到半夜醒咗，即刻諗翻嗰個人喎。即刻諗翻佢啲説話喎，明明唔想諗喎，即刻又諗翻喎，個心好重。咁我以前咧，我第一樣做咩啊？我仲記得嗰陣時，我一路沖涼一路，耶穌幫助我啦，耶穌一路就呼叫耶穌，一路行路，耶穌幫助我啦嗰陣時，一路就係親近神。咁我後來咧，自從有一個報道家為我祈禱，我經唔到神嘅愛咧，之後祈禱就好唔同啦。我一諗耶穌，哈利路亞，感謝耶穌。我成個人就充滿喜樂，
哇！成個人就鬆曬，因為呢個就係聖經所講啊。聖經話乜嘢咧？喺以賽疏羅十一章一到三節嗰度講到咧，耶和華嘅靈喺我身上，神嘅靈喺我身上咧，就叫我傳好信息俾謙卑人，就話俾人聽，耶穌愛你，耶穌祝福你，耶穌拯救你，將永生賜俾你，同埋差遣我哋醫好傷心嘅人，真係醫好嘅喎。我試過見過一個人咧，佢十九年狂躁抑鬱，點樣狂躁抑鬱咧？又容易發脾氣，又容易低沉。佢點樣形容佢嘅生活咧？佢話與梳化連為一體啊！佢中午先起身，起一身就貼住個梳化攤咗喺度，就開電視睇，要食嘢就喺街嗰度叫翻嚟就食，十年都冇煮過嘢食。成日同個梳化連為一體。有一日有人介紹佢揾我去祈禱，哇！祈禱啊，哇！成個光曬，點解周圍都光曬嘅咧？又充滿喜樂喎，成個人鬆曬。翻屋企咧，啊！忽然間，啊！好有興致喎，買餸翻屋企煮飯。即係我親眼見過呢啲嘅醫治係好多次，我真係睇到我哋嘅神係一個活神嚟㗎，係活著嘅神。是今日活着的神，真是医好伤心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就是圣经所讲的，真是可以医治。所以呢，我现在很多人找我，因为他们看过那些网上影片，他就找到我，找叶牧师，在网上找到叶牧师，跟着打电话给我，跟着就找我祈祷，即刻有改善，有些都很大的改善。原来神是一个很真的神，在这里有几个人试过耶穌將你的重擔煩惱釋放的，舉手有幾個？你覺得哇，祈禱真的個心鬆了，哇，原來耶穌就是這麼真的，耶穌就是這樣跟我們一起的。如果耶穌這樣日日同都這樣祝福我們，我們可不可以日日都得釋放啊？得不得？是不是只是星期日得釋放啊？不是喎，是日日得釋放，一起說日日得釋放，就算被人鬧完都好快得釋放，一齊講，就算俾人鬧完，都好快得釋放。嗱，呢個好緊要喎。有啲人就係俾人鬧完咧，哇，傷心，哎呀，傷心好耐好耐。但神話，你可以得到釋放。好啦，咁我哋點樣得釋放咧？第一樣嘢好重要啊，就係我哋嘅神好近噶，真係好近嘅。你呼求耶穌咧，你諗住耶穌，耶穌嘅平安就嚟喎啦。嗱，你試下呢一陣黑埋眼。嗱，你呢個你真係可以做喎！你當時你做你可以咁大大家，嗱你黑埋眼，放鬆啦。咁咧你可以唱一啲歌啦，即係又當我帶領咁，你可以唱啲歌或者就係同祈禱，主耶穌求你臨在，攞走我哋啲煩惱。主耶穌愛我。浪子回來，他爸爸攬著他石，神都是這樣石我們。嗱，呢陣繼續，耶穌，你攞走我啲煩惱，唔緊要噶。其實那些人都是受很多傷害，那些人都是被人鬧很多，所以受傷害。在呢一陣，我哋放手，我哋就話神啊，你連恤佢哋啦。其實佢哋好受傷噶，我都連恤佢，我都放手。其實佢好淒涼。我就祝福他，我就饒恕他，耶穌拿走我的煩惱，我的煩惱釋放出來。主耶穌，多謝你，多謝耶穌，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主耶穌聖名。有冇覺得鬆啲啊？好鬆，好鬆啊！有人話好鬆啊！原來親近耶穌就得噶咯喎，所以第一個秘訣，跟我講一次，親近耶穌，宣告耶穌愛緊我，我又愛緊耶穌，耶穌醫治我，耶穌釋放我，嗱呢個第一個秘訣。第二係點樣咧？唔使俾人影響。有人傷害我哋咧，其實佢都俾人鬧過好多，所以佢鬧我哋。我就體恤佢，我就饒恕佢，祝福佢，所以嗰啲人唔好咧，我係放手。我哋周圍嘅人有唔開心，係咪佢唔開心，我以後都要唔開心咧？唔係喎，所以咧，我唔需要孭住人嘅重擔。我憐恤佢，一齊講啊！我憐恤佢，我又唔使孭住佢嘅重擔，我又祝福佢，我又饒恕佢。嗱，呢個咧就係。處理人的問題，然後呢我們經常有正面的思想，怎樣正面思想呢？耶穌愛緊我的，一起說，耶穌看重我的，耶穌陪著我的，我是很寶貴的，我的生命可以大大發揮的，我可以大大給神祝福的，我可以很開心的。這些正面的說話經常去宣告，個人呢就開心了。你覺得可唔可以做得到啊？開始，第一親近神，第一親近神，第二唔俾人影響，第三成日咧講正面嘅説話，成日講正面説話，有咩問題就去處理，個人就越嚟越得意志啦。你想唔想啊？想。你願意以後做人係好重啊？你話好開心，好開心咧，好開心，好開心啊，係咪啊？做人。辛苦咧，真係，係啊，幾廿年人，我哋就決意啦，願唔願意啊？我決意，今日開始，而家開始，我決意做一個喜樂嘅人，輕鬆嘅人，彰顯神嘅喜樂。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嗱，咁跟住你可以有個祈禱啦，即係我只係先講一個簡單嘅信息，就講出心靈嘅醫治，即係最緊要佢聽容易明白。覺得難不難啊？難，唔難喎，係咪？做嗰時咧，七情上面喎，係咪？放鬆啲，要企喺度，有動作，聲音有表示、表達嘅，有各樣嘅方法能夠將呢種真實嘅情況講出嚟。嗱，咁我咧就首先回答呢個弟兄嘅問題咧，就係點樣我哋嘅分享同呢個經文相連接？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曾經講過有一個目的啊。凡是分享一定有個目的，那個目的是什麼呢？譬如今次是心靈的醫治，心靈的醫治的時候，那你就講心靈醫治的見證，就不要講身體醫治的見證，又不要講家庭怎樣得到和解的見證，就是講心靈醫治的見證。那你講心靈醫治，那你首先講困難，以前我怎樣憂傷啊、煩惱啊、不開心啊、有重擔啊，然後呢後來呢耶穌釋放我，哇！而家可以真係識得笑喎，而家咧識得真係個心鬆曬喎。咁咧呢度一路講開都係講到心靈嘅醫治，然後咧就話：哇！原來發現到，原來我哋嘅耶穌係一個醫治人心靈重擔嘅神嚟嘅。咁即係將你嘅經歷同呢個經文相連啦，就將個經文講出，聖經係話佢醫好傷心嘅人。即係將你嘅經歷，你分享嘅經歷同嗰個經文有關，咪可以諗埋一齊咯。咁你講完你個人嘅經歷，咁你可以咁問嘅，可以用啲方法。大家有冇試過憂愁啊？啊，好煩啊，唔開胃啊，好激氣啊，啊個心諗住啊，好大壓力，係咪好多人都有啊？係咪啊？其實我都試過，個個都試過㗎，係咪啊？個個都試過。而我哋發覺一樣好奇妙，當我哋親近神咧，神就醫治我哋啦。講即係分享我哋嘅經歷，然後咧就話聖經話咗噶，聖經話咗啦，神係醫好傷心嘅人。神咧係咁，我哋就要解經啦。即係話咧，嗰個人本來憂傷喎，當神臨在，當佢祈禱，佢揾耶穌咧，啊佢嘅心
好神奇地就得醫治咯，即係呢個神蹟性嘅醫治。因為神醫好傷心嘅人啊，即係話係一個神蹟嚟嘅。明明係憂愁、苦瓜咁嘅面，祈禱咧，哇鬆咗先得笑喎，咁係神蹟嘅醫治咯，係咪啊？咁咧聖經係話咗，佢醫好傷心嘅，安慰一切悲哀嘅人，係咪安慰三兩個悲哀嘅人啊？唔係喎，安慰幾多悲哀嘅人啊？一切喎，所有揾佢嘅人咧，神都會安慰嘅。原來神有一個咁嘅活神，我經歷過，我見過好多人經歷過。咁你想唔想經歷咧？嗱，咪將個一路講嘅都係始終環繞住醫治、安慰、神心靈嘅醫治，然後點樣去得醫治？即係一個嗱，如果我簡單嘅大綱，你第時講咩經文得㗎？第一，我點樣喺呢件事得到神嘅幫助？跟住個經文，跟住你點樣可以得到？咁咪簡單啦，係咪啊？記唔記得呢個大綱好簡單？再講一次。我點樣得到神嘅幫助？即係譬如我由痛苦變做醫治，一齊講啊！痛苦變做安慰，疾病變做醫治，煩惱變做安息平安，冇盼望變做有盼望。然後經文聖經講乜嘢？然後你想唔想啊？你有冇試過呢啲煩惱啊？你想唔想人講點樣樣？咁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大綱，即係好實際嘅大綱啊！大家攞唔攞到啊？你可以即刻用筆寫低。第一就係分享我點樣由困難得到神嘅幫助。咁你要講明係講邊樣？今次講心靈醫治，下次講身體醫治，下次講家庭破裂，神點樣醫好家庭？即係任你講咩嘢嘅。咁你講以前點，後來耶穌就幫我啦，點樣得到幫助？呢個第一點，點樣經歷耶穌嘅幫助，由困難至到解決。第二啦，經文聖經點樣講？聖經話神係會醫治我哋嘅，幫助我哋嘅。第三，你點樣都可以得到幫助。咁呢個就將即係成日都跟住個方向。咁我正先咧，我都去聽咧，我發覺有啲咧分享啦，分享下咧就去咗。好遠啊！明明心靈醫治又去咗身體醫治，但我講呢啲完全唔係想任何人唔開心嘅，我只係講有時人會咁樣問題。講講下咧，心靈醫治一個講到身體醫治，一個又講到第二啲問題，咁咧變咗咧就講講哇，全部都係見證，咁咧全部見證咧就人哋聽完就未必得到幫助啊嘛，所以我哋要講聖經，然後咧就講你點樣可以得到 ，OK？ 大家明唔明白？有冇問題啊？即係話你一路講向住個方向去，咁我都想講一樣嘢。其實你哋做得好好，起碼你肯起身講，起碼你肯評估，你遲早講得好。即係你唔好諗住哇，我兩堂就變咗演啊，即係個講道嘅人，兩堂變咗傳道人得唔得啊？咁你練習耐啲得唔得啊？其實唔緊要嘅喎，慢慢嚟。你總之講得清楚，人哋聽完知道你講乜，又得到幫助，咁咪有已經達到目的咯，係咪啊？你唔使要講得完美嘅喎，你總之你達到目的，清清楚講到以前嘅困難，耶穌點幫我，又你點可以得幫助，係咪咁簡單啊？我以前嘅困難，耶穌點幫我，聖經點講，跟住你可以點樣得幫助？咁呢個大綱咧，你就可以應用喺所有嘅任何嘅主題嘅。嗱，呢十二課咧係我寫咗俾你可以用。咁我而家又講第二課，然後咧又一間由大家操練去試下講。嗱，我想問下大家，剛才你哋分開小組嗰時，大家嘅分享，你覺得係咪嗰個分享同嗰個主題係有關嘅？即係唔係好似個主題講心靈醫治，講第二樣嘢啦？有關嘅請舉手，即係先佢嘅分享有關嘅，即係個分享係同嗰個主題有關嘅，舉手係有幾個 ？OK， 好。有講經文嘅舉手，有邊個係有講經文嘅？將個經文有講出嚟嘅。OK， 好，非常好。第三，有邊個係有講你點樣可以得到呢個醫治嘅？有幾個有講？有嘅舉手。嗱，都有人做，咁唔緊要，未做到，繼續努力，係咪啊？唔緊要嘅，永遠話俾自己聽，唔緊要，總有進步嘅空間，係咪啊？咁咪係啦，一齊講。唔緊要嘅，總有進步嘅空間，一定會進步嘅。
其實咧，你企出嚟講，清清楚楚講完見證，清清講講講經文，清清楚楚講係點樣做，簡簡單單少少講到咧，佢已經得幫助嘅。嗱，呢個咧第六課嚇，第十一頁嗰度。好，嗱，我大約講一講個內容先嚇。內容咧就引言就講到呢個世界只係好短時間啦，但係去天堂地獄就好耐好耐噶啦。咁然後咧，聖經點樣形容天堂咧？講到嗰度咧，又冇眼淚啦，又冇死亡啦，聖經亦都講到冇咒詛啦，又可以盡量享受你主人嘅快樂啦。咁聖經點形容地獄咧？就係、有火啦，不滅嘅火，不死嘅蟲啦，好辛苦啦。咁你信靠耶穌就可以咧，而家會得好似天堂，將來又可以去天堂。咁又點樣可以得救，同埋自己個人分享咁樣，大約係咁樣講。咁我其實咧點樣講法咧，真係有好多好多種不同嘅講法。咁我而家咧就係、我自己嘅一個講法，俾大家聽下啦。OK， 好啦，咁我今次咧係講到天堂同地獄喎。其實好奇妙一樣嘢，就係神將神嘅意思咧放喺人心中嘅。好多人細細個冇人話俾你聽，佢會信有天堂有地獄嘅，佢會信有神嘅，因為神將呢個意念放喺人嘅心裏面，係覺得人喺個世界上唔係淨係得我哋而家睇到啲嘢嘅，係有將來嘅世界。細細個都會咁樣諗嘅，呢、這個就係神將呢啲意念啦放喺人嘅心裏面。嗱，聖經都好清楚話俾我哋聽，真係有天堂，真係有地獄。聖經是有很有證據的，很多證據證明它真是神的說話，聖經很多預言未發生就已經講定，所以我們知道聖經是可靠的。你可以跟我一起說，聖經是可靠的。聖經說真的有天堂地獄，是真的有天堂地獄。聖經很多預言證明聖經是神的說話。好啦，咁我呢度就講到咧，即係真係有神嘅。咁咧嗱，有啲題外話可以講嘅，因為喺事實上咧，有好多人有呢啲經歷。有時你睇一啲基督教嘅書刊啊，有時上網都會睇到呢咁嘅事情，就係有啲人曾經死過，救翻，跟住咧，我自己都識得咁嘅人喎。啊，佢都見到天堂嗰度好靚啊，見到咧耶穌啊，見到天使啊。亦都有啲人有去過地獄嘅喎，咁而呢啲人咧係好真心，唔係講大話喎，又講到見到耶穌點樣開心，咁嘅書咧係都有好多，中文都有翻譯好幾本嘅，並且有啲係有客觀嘅證據，譬如最近一套電影咧係講咗個咩故事咧，有個小朋友佢死咗，救翻啦，佢問個媽咪：媽咪，我係咪有個家姐？媽咪話：你咪有個家姐喺度咯。佢話：唔係呢個，仲有一個。咁媽咪話：你點知啊？佢話：我去咗天堂咧，有個女姐周埋我度。佢話：我係你家姐，我咧喺你媽媽嘅肚中咧已經係死咗噶啦。但係咧，我喺天堂。佢就問佢媽咪：咁媽咪，個小朋友都未聽過呢件事，點樣知道咧？證明佢真係去咗天堂先知道呢件事係咪啊？呢個係一個即係喺曾經香港同埋喺全世界做過一套嘅電影，真係知道有天堂，真係佢哋去過。咁亦都有啲人去地獄啊！其實好多人曾經死過去過地獄，所以中國人都傳有好多啲地獄故事喎，係咪啊？因為佢哋去地獄多嘛，所以佢哋成日講去到地獄點樣受苦受苦，因為佢哋有啲真係去地獄嘅。咁我亦都曾經試過入一個道教嘅地方，因為我要問嗰個人，我話你有冇靈魂出竅？佢話你唔係問我有冇，係問我去幾多？我成日都去。佢又去陰府嗰度咧，嗱佢哋去陰府好唔好咧？梗係唔好，但係佢哋咧就去陰府嗰度問啲嘢，但係問嗰啲嘢咧，嗱雖然咧佢哋因為魔鬼嗰度嚟咧，佢哋有時係真嘅，但係佢唔係俾人有盼望，佢唔係俾人有開心，但係佢哋去咧去邊度咧？唔係去天堂喎，去陰府，去陰府嗰度，去地獄嗰度嘅。咁你想去天堂，因為去地獄啊？天堂。聖經形容到天堂是怎樣的，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在啟示錄呢就形容到這個天堂呢，啟示錄21章4節那裡，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淚，即是在那裡呢你不會再哭，
唔會再憂愁啊，唔會再個心壓住啊，個心啊成日都開心到不得了嘅。嗱，曾經都有人咧死過又救翻啦，佢信耶穌，佢話哇，個靈魂一出嚟鬆到咧，哇，開心到不得了，從來未試過咁開心。所以咧，我就有呢個咁嘅心態喎，我都想日日都好似嗰啲人，靈魂出竅去天堂咁開心，日日都係咁輕鬆嘅。嗱，嗰度冇眼淚，冇死亡，唔再死噶咯喎，永遠活著，而且唔係越嚟越巢皮喎，係越嚟越靚喎，成日都咁靚，成日都係後生咁樣喎，係最靚仔咁樣喎。即使我講個小朋友，佢見到佢阿爺，佢翻嚟嘅時候，佢阿爸俾佢上去睇，佢認得出呢個阿爺，後生嗰時喎，佢冇見過喎，但係佢會講得出。啊！呢個咧就我喺天堂見到嘅爺阿爸俾我聽啦，嗰度再冇死亡，再冇悲哀，冇人悲哀，冇人喊，冇人痛噶啦喎！你有冇腰骨痛啊？有啊！頭痛啊！有腳痛啊！嗰度唔痛噶啦喎，嗰度你去天堂，咦？個痛冇咗啦喎！哎呀，好開心喎！哇！天堂好到不得了，同埋咧嗰度天堂咧係快樂到不得了嘅。去到那裡呢，盡量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好不好？哇，去到那裡呢，真的天天都開心到不得了。但有些人呢，講反話，什麼天天都開心，就是不開心咯。他們這樣說，就是說天天都開心，那你不是顯得特別開心？這種的說話呢，其實不是真的。你假設，你有一個筵席，很多朋友來跟你一起享受，很開心，很開心，你會不會開心了？譬如當那個筵席很長時間了，當有幾天，每天都人都跟你一起很開心，你會說我開心那麼久我就不開心了，現在會不會開心那麼久沒感覺了？會不會呢？不會的，你一樣開心的，開心可以繼續開心的嘛。所以這句說話，你開心慣了會沒有開心呢？這個是一種，就是一種大話來的，令人覺得呢，經常開心就即是沒有開心了。當然了，你經常開心就不是特別比平時開心，佢成日都咁開心啊！成日都係好似喺天堂，即係天堂咁樣樣啦。好啦，而聖經形容地獄咧，係有不滅嘅火、不死嘅塵，因為點解咧？嗰啲罪要受懲罰。嗱，有啲人話：如果神咁愛我，點解要罰我哋咧？如果神咁愛，唔使罰啦，個個都係唔使罰啦。嗱，因為神有兩個性格，主要性格，一個就係慈愛，一齊講下慈愛。第二個咧係聖潔公義。聖潔公義。就是說呢，他一定是完全沒有罪，同埋他是公平的。嗱，譬如很簡單，在社會上，如果有個人嚟你屋企打劫你屋企，將你屋企人殺死，跟住法庭話無罪釋放，你的心覺得公平定唔公平啊？唔公平啊！你覺得如果全世界都係咁發生嘅，哇！個個人俾人哋入嚟又搶嘢又殺人，跟住政府話哦無罪釋放，你會覺得不公平喎，係咪啊？所以如果神係咁嘅時候，人都話不公平喎，佢犯罪，佢應該受罪嘅懲罰。咁咧，所以神係一定要懲罰，但係神又唔想懲罰人，所以佢就差佢自己最錫嗰個仔耶穌基督嚟到世界上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就是、因為佢唔想我哋死啊，唔想我哋落地獄，就係、是、咁愛我哋。但係如果人唔接受佢嗰、這個免死金牌，耶穌就免死金牌了，你想拿著這個免死金牌？你拿著這個免死金牌，你就不用落地獄，你就捉實耶穌，日日倚靠耶穌，日日親近耶穌，你就有這個免死金牌。因為耶穌神是聖潔公義，所以一定要罰，但你有耶穌呢，你就不用罰了。所以呢，雖然有地獄那麼困難，但是呢，我們一定信靠耶穌，一定得救的。咁啊，我哋點樣去得救咧？嗱，聖經嗱，呢個時候我亦都可以講下我嘅見證啦。我自己點樣？初頭我未信耶穌嗰時候，我覺得人生得幾廿年，咁我咧就覺得哇，咁人生得幾廿年，咁做乜咧？我曾經有人諗我點解咁讀書咁辛苦咧？嗱，呢個見證每個人不同嘅。點解讀書咁辛苦咧？為咗乜嘢咧？咁我諗將來做工啦，做工點咧？賺錢啦，賺錢點咧？結婚啦，結婚點咧？生仔啦，生仔點咧？咁老啦，老係點咧？病啦，病係點咧？死啦！咁我話咁做人都係咁樣樣，咁你做人
點咧？咁我當時嚟講就覺得做人就係、是，總之就係今世幾廿年嘅就算啦咁。所以我當時嚟講就諗住而家開心就得啦。第一日當我睇本科學書裡面就講到呢、這個世界好有秩序，係有神設計，我就好好奇喎、哦，哇！真係有天堂㗎、啊，我就好有心喎、哦。咁然後咧，我一信耶穌，發覺成個人開心曬。同埋我為啲人祈禱，嗱，我自己就冇見過天堂，又冇見過耶穌，又冇見過天使，但我為啲人祈禱啦。佢哋話：我見到天使啊，見到天堂，見到耶穌，我嘅心好歡喜，即係睇到耶穌好真嘅，天堂好真嘅。好啦，咁你點樣可以去天堂呢？嗱，好簡單嘅啫，幾樣嘢就第一，我哋知道我哋係罪人，我哋認罪，一齊講啊！我哋認罪，向耶穌認罪。第二咧，我哋信靠耶穌做救主，信靠耶穌做救主。耶穌係真神，我承認我嘅罪，我求耶穌赦免我，求耶穌入我嘅心，做我救主。咁樣我哋就得救噶咯喎！好簡單嘅就係悔改，信耶穌一齊講啊！悔改信耶穌，我哋就得救，係禮物嚟嘅。你一話耶穌救我啦，耶穌就救你，耶穌就赦免你嘅罪。第一樣我哋要講嘅就係聖經話咗喎，信耶穌得救。不過亦都話俾我聽，信耶穌唔會話咗信耶穌個人唔改變嘅。嗰啲信耶穌唔係真信耶穌，即係點樣咧？佢話信耶穌，跟住佢又唔祈禱啦，又鬧人啦，又傷害人啦，又偷嘢啦，但佢又唔知錯喎，咁佢就唔真信耶穌啦。佢嘅生命冇改變。咁我哋信耶穌點咧？我哋就認罪啦，求耶穌赦免我哋嘅罪，又真係願意改，真係同耶穌有關係，有祈禱，有遵從神咧，就同耶穌有關係咧，就耶穌有關聯啦，咁佢就可以得救啦。咁你想唔想耶穌赦免你嘅罪啊？你覺唔覺得自己有罪啊？我哋要覺唔覺得罪唔好啊？我哋有罪唔好，我哋就求耶穌赦免我哋，就知罪悔改啦。知罪悔改，我哋會唔會去改嗰啲罪啊？我哋就離開呢個罪。嗱，離開啲罪好好喎，點解咧？因為你離開啲罪咧，你屋企就少鬧交咯，係咪啊？你同人就更加好咯，你有更多朋友咯，你個人又越嚟越開心咯，係咪啊？咁樣咧，你喺地上又好似喺天堂，去到天堂就更加好似天堂一樣，係咪？嗱，我就先講啲乜嘢，大約講咗引言啦，即係講到天堂地獄呢個觀念啦。又講到天堂聖經講係點樣啦，地獄係點樣啦，咁啊又講我自己見證啦，點樣由未信叫信啦，然後點樣得救，嗱一陣間我講一次啊，即其實咧我呢度寫嗰啲內容只係提議嘅啫，唔係限死你嘅，你講多講少唔緊要嘅，你即係你想講多啲係 OK 嘅，嗱幾個重點，第一分享天堂地獄嘅觀念，天堂地獄嘅觀念呢、这個係引言啊，跟住聖經講天堂，聖經講地獄。有個人見證，然後點樣將來可以去天堂？咁所以你呢類嘅分享咧，就會係分享到關於你得救之後嘅改變啦，或者你聽過天堂地獄嘅故事啦。咁你聽到嗰啲咧，你就可以要嚟分享啦。有冇問題啊？關於呢、这、一個，關於呢一個主題，有冇人想問嘅？OK， 嗱，如果冇咧，我哋而家又分組又練習啦。咁咧就記得你嘅分享同個內容有關喎，唔好又講咗去大西洋咯喎。同個內容有關，然後咧你經文亦都係簡單解釋，因為你唔使詳細解釋，你簡單俾佢知道天堂係點樣嘅，地獄係點樣嘅，然後點樣得救。咁呢度咧係關於。講到關於點樣得救呢一點咧，係非常重要。呢一點咧，因為係聖經嘅最好重要真理。咁我哋講到得救咧，咁咧首先就講啦，因為耶穌為我哋死啊，耶穌係真神代替我哋神死，所以我哋呢、这個禮物已經俾我哋啦。我哋真心悔改，承認我哋嘅罪，可以講咩罪㗎？譬如我哋有嬲人啊、得罪人啊、諗埋啲唔好嘅嘢啊、心裏污穢啊，同埋冇敬拜真神，呢啲罪啦。罪一定有個後果嘅，咁我哋知罪，求耶穌赦免，求耶穌做我哋救主，求耶穌拯救我哋靈魂，就可以得救啦。悔改信靠耶穌就得救，一齊講啊！
悔改信靠耶穌，唔係靠行為，唔係靠自己。嗱呢一點我哋一定要好清楚講俾人聽，唔係靠行為，唔係靠自己。我哋又知道犯罪係有個後果，係會可以沉淪，係可以落地獄。而我哋都講俾人聽，犯咩罪？我哋所有嘅污穢，諗埋好多唔好嘅嘢，唔見得光嘅嘢，我哋又冇敬拜真神。如果我哋冇耶穌赦免咧，係唔得救嘅。咁話俾佢聽，然後你真心悔改認罪，耶穌就全部洗乾淨。好啦，呢個係得救嘅方法。但係得救有得救嘅果子，嗱，跟我一齊講，得救嘅方法，得救係悔改信靠耶穌。得救嘅果子就係咧會愛神愛人。我哋要知道一樣嘢，唔係靠行為得救。再講一次啊，唔係靠行為，但係得救之後，個生命有改變啦，就會愛神，就會愛人。如果佢話得救，佢話信耶穌，但係咧佢個生命冇改變，冇愛神又冇愛人咧，佢生命有問題，佢信心冇行為係死嘅，咁就唔得救。嗰人信耶穌，佢咧就會愛神，佢同神有關係啦，佢會祈禱啦，會認罪啦，會感謝神，佢又會愛人啦，會關心人，會祝福人，會傳福音。佢的生命改變，證明佢信心是真的。咁呢個係信心的果子，一直講啊，信心的果子係咪靠行為得救啊？唔係，我哋點樣得救啊？兩樣，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再講一次，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嗱，我應該再問你噶，得救就係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但得救之後會點啊？有得救嘅乜嘢啊？果子，果子係有咩嘢？主要係愛神愛人，即係會同神有關係嘅，會感謝神嘅，會愛神嘅，遵從神嘅，又會愛人，會關心人。啊，有時有啲人會講。講咧得救之後會點咧？做好人啦，啊做啊唔鬧人啦，唔嬲人啦。嗱，我哋要喺得救嘅行為都講係同神嘅關係，唔係淨係做好人。同埋一樣嘢嘅，唔係做好人就上得天堂嘅。係啊，唔係話你做好人又唔鬧人啦，啊唔激氣啦，唔怒嘈啦，咁你就上得天堂。而係佢信靠耶穌。嗱，我再問一次，點樣得救？是不是靠行為啊？但是得救之後會有什么果子？有什么果子啊？愛神愛人。這個是不是得救的方法啊？愛神愛人是不是得救的方法啊？不是，這個是得救的果子，即是得救的後果，即是你得救之後後果。我用一個例子，好像棵樹，個種子，種子有什么情況它會生啊？有水，有太陽，即是話有暖啦，有水啦。呢個就係即係好似佢有生命啦，就係咧有水，有陽光，佢就會有生命啦。好啦，佢有生命，佢會生啲咩出嚟啊？係啦，佢有葉又有果子啦。呢棵樹咧就健康啦，係咪啊？咁佢係咪靠啲果子所以生存啊？唔係，佢係因為有水、有陽光，亦都係因為佢裡面根本有生命嘅，係咪啊？咁佢就會生出嚟。呢個就係佢有生命嘅方法。然後佢有生命就會有咩果子啦？分唔分到啊？得救嘅嗱，再問一次，因為我要啲每一個人都好肯定。得救嘅方法係乜嘢？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得救果子。呢啲係咪得救嘅方法啊？唔係，呢個得救嘅乜嘢果子，或者係後果，即係得救之後會有嘅後果。OK， 信心係咪靠行為啊？唔係，但係信心冇行為點樣啊？死嘅係唔得救嘅。OK， 大家明白啦嚇，唔係靠行為嘅。所以我哋解釋救恩要解釋清楚俾人聽，解釋到點樣悔改認罪，係悔改認罪就得救㗎啦。我哋信耶穌咧。我哋就開始愛神愛人咯喎！你信耶穌咧，耶穌喺裏面改變你，令到你想去愛神愛人。